肉串的好不好吃？好吃。那你明天想吃肉肉了，对不对？对。那还要去吃豆沙的吗？不要。为什么？你喜欢吃肉肉的。嗯。可是吃肉吃多了会放屁，放屁很臭。啊？肉吃太多放屁会很臭，怎么办？好，没关系，我可以跟你玩了。等一下，你放屁对不对？我放屁。很臭哎、欸！你也没水准呢、欸，拉拉你偷偷放屁。哦，臭！我还没拉的时候，我看到都放屁。我知道啊。重来。哦，想吐哦。